还有它的粮食爬上去。最不喜欢狗这样趴在上面来，是这种的。所以我们怎么去教它不要上来，就是让等它下去。这个应该是从小跟人互动之后产生的一个惯性，就因为人比较高，他想要爬上来，如果没有要求他上来，他自己上来，通常是不用管他的。如果你管他，他就越来越会做这么一件事情。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他自己坐下来，或者在下面等待。这三次教的只是说从上面跳下去，比如说你要在下面，就我希望是他完全在下面，所以他还没有跳之前，我们就可以 map 他，让他不要上来，而不是说上来后再下去不奖励。想片不要自己随便买来训练，自己不清楚的不要乱用，最好是有人在带。那如果你不用想片，也有不用想片的教法，所以我接下来我就是不用想片，然后一样的，如果他上来，我们就不理会他。在这里，先把引诱一下，虽然他我不想，我只故意让他上来。好，所以上来不要理会他。哎，没有想骗你，样子可以先 good girl， good girl， 一样的 good girl。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想让 timing 更准，比如手来的快一点，所以他们更清楚知道什么点。然后是希望他把他的眼睛不是看食物，是看我。OK， 这就是避免他跳到身上来趴，不停的趴，不停的趴。然后祈求食物、讨食物的一个简单的方法。那这是第二天的早上，啊，一样，他会在马路上。你看，这昨天这个早上他也经过，他今天没有太大的反应，稍微好一些。他在干嘛？等一下，看到了，他在，那什么，不用理他。